病人伤势严重，需要立刻手术。你们在外面等着吧。星辰，怎么了？我只是相信你，你来替我做手术。我来做，这不太合规矩。我是你们这里的见习医生许星辰，你让我帮他做手术吧。有什么事情，我负责。 相信我，麻醉。星辰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我怕我待会儿就没机会说了。我说你能回来，就谁也拉不走你。你是不是喜欢电影？是。怎么了？我好了，我全都看到了。我们根本就是喜欢同一个女孩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喜欢他，还会为他挡这一枪吗？如果他是你，我也会替你挡的。那看来，我们的关系还真有点复杂。星辰，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到时候为了电影，我们光明正大的毕业生。 如果我们谁赢了，他就是谁的。怎么样？这个时候你还耍赖？你让我有别的选择吗？行，我答应你，你也答应我一件事：你怎么样都要挺过来，要不然你命都没了。我们还怎么一起追天涯？啊？对了，我现在跟你说了这些。 你待会儿做手术的时候，可不能对我下黑手啊！啊，这也说不定，我可能就先把你嘴缝上。<笑>行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，一言既出，司马南追。 比这严重的情况多了，福生都挺过来了。这小子福大命大，这次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五哥怎么样了？凶手抓到了吗？还没有，让凶手给跑了。但我一定会抓住凶手，给五哥报仇的。 大小姐，你别叫大小姐！你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害人精，福若哥根本不会在这躺着。我兰兰，告诉大小姐，不好了，病人大出血，现在血库存血不足，急需核实血型的人献血给他。抽我的！我也是。病人失血过多，手术时间不太好确定，需求量又比较大，你们要考虑清楚，献血者可能出现副作用，甚至是生命危险。
只要血型没问题，我可以。我也没问题。好，你马上带他们去验血。是。走走。还没找到血源吗？已经找到了。好了，准备输血。等一下，天意，你知不知道这样输血有多危险？我很可能救回罗浮生，但是会失去你。徐星辰，我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舒心，罗浮生，我给你输血，只是因为我们血型一样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但是，那个跟我跳舞的人，为什么是你？还有为我挡枪的人，怎么也是你？你要赶紧给我好起来，听见没有？我可不想再千里迢别。天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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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送到病房输液。是。